今天我要用着二级头钓鱼，看哪个傻子会上当。嗨，兄弟，别找了，我在你身后呢。我丁，小姐姐可以啊，既然能想到用二级头钓鱼，你这脑壳有点东西啊。客气客气，承让承让。那个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绝非凡人，看起来就是我干不过的样子。就是我干不过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咱俩不如和平道别，有缘江湖再见。行吧，小改改，咱们有缘江湖再见。不过下次如果再遇到你，我可就要拿出独门绝技了啊！主人，哼，这次我用斜钓鱼，再用油桶把它炸飞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丢，又是你！上次你用头盔钓我，这次竟然用鞋钓我，你这脑洞真的是非常人能及啊。你个小小破孩，不怪姐姐我套路深，而是怪你太天真。这是高手，我可是号称吃鸡界。哟呵，你不是挺膨胀吗？哎呦，吃鸡界什么呀？姐，借你个毛线呀，你姐，活该活该。欢乐吃鸡，欢乐有你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关注我的小伙伴都上战神了。